呀，大哥呀，面对面了，俩小时聊天，贴面聊天啊。大哥干啥呢？大哥，哎呀，怎么聊害羞了，大哥？直男熊萌大终于和美女邻居小白天聊天了，看小白天这一脸崇拜的表情，还有高兴的仰头。萌大，听说你前几天因为轮胎崩牙的事上熊猫头条。那天我在咬轮胎，它弹起来，哎呦，我的牙，爪也被崩麻了。白天，像你这种美女熊千万别去咬轮胎哈，听大哥的，老危险了。萌大一只熊爪搭在门上，很绘声绘影地讲起。萌大最近怎么总是听你敲门，还很急促，啥事呀？哎呀，我最近看了36计，在敲门点餐呀，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。就这样把说伸出铁网，可以开门关门，奶爸小黄听见就会跑来，然后从下面给我大笋笋吃。看我最近都长高了不少。还真是厉害。听到白天夸奖，萌大美得无法自拔。跟美女熊聊得更来劲了。然后在美女熊注视下害羞的走熊。